Hello， 你好，我叫 Brenda， 我是嚟自香港导盲犬服务中心的训练员。咁我主要的工作咧就系训练导盲犬啦，同埋训练导盲犬的使用者嘅。如果你在街上边见到一个视障朋友，而你观察员亦都觉得他需要你帮手，咁你可以上前拍一拍佢膊头，问下佢啊，你系咪需要我帮你啊？咁大家要注意喎，拍膊头咧，千祈唔好太大力啦，轻轻拍一拍佢膊头就可以噶啦。当你确认咗视障朋友真系需要你帮手之后，我哋就可以用领路法啦。领路法咧，只要将你嘅手背拍一拍视障朋友嘅手背，佢会沿住你嘅手臂捉住你嘅手踭，跟住你行前半步，带领住佢去想去嘅目的地就可以噶啦。咁要注意喎，如果對方咧係導盲犬使用者咧，你領路嘅時候咧就要企喺佢嘅右邊，千祈唔好企喺同導盲犬同一邊喎。咁如果你經過咧有樓梯嘅位置咧，記得要停一停頓，要話俾咧視障朋友知前邊有樓梯上或者落。記得咧唔好就咁走咗去喎，一定要同視障朋友講拜拜。因为如果不是他不知道你走了就会对着空气说话的。If you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Girls in Asia, make sure you subscribe to Girl City.